哦，天啊，这面墙后面真的是，对吧？你看，哎呦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这一关。啊，升级了！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我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几等，可是我现在已经……哦天哪！说好要吓吓你们的那个声音，现在让我觉得好苦恼啊！哈哈，受不了！拜托，你们不要再升了，真的很无脑哎。然后我就看着我的附魔台的对面，然后过不去，80等了啦！哦，受不了，有个没创意的一关哎。好，不行，我放弃。哎，有铁砖，居然放弃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决定把他们先把里面基本的擦亮。看到一个砖了。哦，天哪，很烦呢，超烦的，让我放远一点。好，封多少算多少。然后来吧，我们从这个角落慢慢推进吧。放在这里，全部下去，下去！哎呀，真是的，怪真多到一个不像话哎！不管了，来吧，反正大家都过不来，我要过去了。哦，太多了！来来来来。能封多少算多少，超多的，你们看看，我的天哪，这超夸张的，真的是无脑砖哎！哦，好，终于有，看起来比较空一点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可以洗到几等级哈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搞，我先插个火把，超多的，你看，你们看呐、啊。不管了，我就冲，我就冲，我就冲！哦，好多只哦，居然比想中还要多只哎！好，躲回来，81等了呢。好，暂时没了，冲！冲！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就插火把再说了，死就死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不管了，不然这样真的玩不下去。哦天哪，很烦呢！OK， 又可以再冲了，来吧，先换冲这边。来吧来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一堆蜘蛛在叫。欸，超多只的欸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哪里啊？除了那个砖之外，这里还有其他地方有砖吗？来吧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了，来吧。我看一下哈，有附魔台，我现在已经，哎呀，有这个欸，哈哈，我现在才看到。真是的，这墙壁里好像又有很可怕的东西欸，来看一下哈。关个门先。哦天哪！哦，全满了，这关真的是。来吧，先把垃圾清空，然后可以拿新的东西啦。这一件的东西好像蛮多的，我看一下，这要留着，这个都不要了，都不要。来吧，哎，我又捡回来了，我上次捡了一堆垃圾。先看这个，配方巧药猫护甲，拿。然后还有嘞，暂时没有。哦，这边还有这么一堆箱子啊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保护耳拿，没有了。哎，我打不开，我打不开，居然设计成不给人开。这个荧光石拿，纸哦，好不拿，这些我们可以自制的。红石、碎石，好，我好奇是上面，来吧，上去看一下。哦，真是的，这一整关，
真的超级气人。没有，后面有没有箱子？没有，这边这边还有一个。哦，谢谢。他们居然互打到东西坏掉，太扯了吧。OK， 来吧，这个地方就这里。该不会没拿这个吧？哎，真的哎，居然，哈哈，太好笑哎，放不下。你看一下哦，我钻石头盔坏了。哦，糟糕。头盔，头盔，好，这样。哎呦，这里面真的是哈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又是个。哎呀。来吧。哦，超多的。哇，我的天哪。看似和平哦，哎呀，绿宝石砖，你看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来吧，终于搞定，这个先带走啊，煤炭砖了，好了，不带了，铁砖不带了啦。哦天啊，全都装满了，所以这关没了，就这样。哎，不对，还是没有拿到羊毛，羊毛不在这儿，有没有神秘箱子啊？我身上这个先换掉 ，OK， 没有。绿宝石砖也入手了，好，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。哪里还有蜘蛛的声音啊？真是受不了！哎，居然你们怎么在外面？怎么过去的？连苦力怕都有哎，为什么啊？这里有砖吗？而且它在这里秒生哎，怎么这么奇怪？这颗哪里来的？哦，忘记还你了。忘了拔附魔台，真是的，来吧。哦，这一关啊，好了，随便的啦，随便的啦。先打这个。OK。还有哪里啊？对对对，还有下面哦。你们真的是哈，哎，我现在任何战术都不想用，就是一直打，一直打。看一下哦，来吧。刚才还有一个地方还没破啊，就是那个大寝室那里。是哪里啊？这边没有。哦，就是这里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我累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全部都下来，全部都下来。苦力怕来了再说啊，苦力怕管他的。哎、欸，不会吧，我要死在这哦。嘿嘿 ，OK， 吓死人了。这里好多只哦。哎，看一下哈，是否来回个血？哎、欸，裤子又坏了。好，似乎暂时的解决了。天哪，我看一下哈，来吧，没有了哈。蜘蛛砖，哦，苦力怕砖在这儿。哎呀，这一关呢，我看一下，我大概玩了一个多小时吧，可能有超过半小时的时间都在站在原地，然后不断的打怪。哦，天哪！垃圾关卡，哦，居然这里有路可以上来哦。床坏掉了，好幸我没睡。嘿，他要上来，他要上来了，看我一个神绕背。Oh no！ 好了好了好了，爆了爆了爆了。这还有一个蜘蛛砖，不是苦力怕砖在哪里？苦力怕砖，苦力怕砖，来吧，换边。啊哟！居然是这边，这边怪超多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又升级了，可是快死了。等一下 ，OK。天哪，我们还是过去那边好了。冲啊！
这边到底有什么呢？嘿嘿。OK， 来吧，这是一个战场啊。来看一下有什么哈，有个箱子，打开。没有任何东西我拿的动力，我看一下哈，就这样吧。这个、哦、不拿了，反正你很快，我快要一整箱了吧。都被炸光了。哦，这边有个箱子。这边这一，唉。OK， 来吧。好，就这样。这边搞定了，我们到下一边去吧。这个冶炼厂啊、哦，又是苦力怕。我看看哈，哦，好多啊，好多啊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不知道他们暴雨之会不会全部全灭？他们好像都从那个转角跑出来哎，这样的话就好办事啦。哎呀，我的弓快坏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超级好的弓哎，耐久三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全部下去，全部下去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下去啊，全部下去。苦力怕被冲走了，哎，神冲啊！这个僵尸都没冲到几只，冲到苦力怕，嘿 ，good。来来来来，全部下去，不要上来喽。然后这个打开，快坏了、欸。哦，剩五次机会。哦，你看这关真的是，敲开敲开 ，OK， 这样就行了。来吧，看一下哦，丝绸啊，好，暂时先用丝绸啦，受不了了。哦，真的很夸张哎！这一关真的是，来吧来吧，我引爆其中一只好了，来，哪一只要过来爆？爆一下，爆一下，爆爆爆 ，good。OK， 来再爆一只，看一下，一定要是水上的一只啊！来爆一下，爆一下，爆！爆爆爆 ！Good， 看、哦、好像爆不完呢，上不去上不去，那、哦、好像爆不完呢。嗯，我去把那个水先拿回来。不知不觉已经过来了，来就这样，你把那桶水拿回来。哦，里面的不能爆，里面的爆就释放了。里面的不能爆哦，这个水现在一整个害到我。我想想，我想想哦，把这里关起来，这里打开，走开。OK， 我先把那个水收回来。好啦，你看85级了，太扯了，我会不会玩到破百级啊？很烦哎、欸，真的超烦的。我天哪！来吧，我们这一关哦，对，躲一只哦，躲两只。我们这一关我们就不断的用水推进好了，快受不了了，真的是哈、哦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看一下哈。用水其实我也会很难走，麻烦。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。万一钻在上面，他从这里跳下来，我就GG哎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他们受伤了，为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我先躲着好。哦，你看，是他吗？那是苦力怕的砖吗？哦，就是他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们 TNT 的，就是来要爆，大家一起爆的意思。来吧，我看他有多少苦力怕的砖，是他升的快还是我打的快 ？OK， 好像搞定了。真的还有啊？那个不理他，那过不来了，不理他了。我先把这一区的搞定，这个砖先敲掉。好，又升两只是吧？然后他转得很快吗？哦，很慢很慢，所以有机会。我、哦、又升出来了，这个哦，那里还有，很烦，作者真的是，真是的。如果你们以后要做制作地图的话，拜托不要做这种，真的是一哦。Gosh, gosh, gosh! 居然，
这个水，这个水，要命的水！哦，等一下，不要过来！哦，我天啊，真的是哪里啦，杜鱼雷啦，一整个恼怒的状态，真的是吼！哎呀！欸，他一直，他们就一直召唤欸。你看，一直召唤，欸，这该不会全部都是吧？根本陷阱啊！他一直召唤，狂召唤。那岂不是还好？我有放水，我的剑快坏了啦！来抱抱抱，就是你了，我需要你抱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砖到底在哪里啊？哦。真的很烦欸，终于，然后我想到一招了，我应该用最快速度冲到上面去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就来上面比较安全。然后我只要在这几格放水，他们就上不来啦。我看一下哈，这附近。哦，烦呢、欸。这样，放个头啊，直接敲掉了啦。敲掉哦，感人。还有没有？我应该要带两桶水，还有没有水？有没有水？有没有水？哎、欸，有水！我让我捞一个，让我捞一个。等一下啦，下去，下去。OK OK， 在这里放一桶，去吧。然后把上面的解决掉。该不会这里都是苦力化砖吧？没创意。哎、欸，他居然可以走边边上来啊！对吼，他比我还聪明啊！看一下哦。他们这边下去就上不来了、欸、哦，可以可以，我走上面是安全的，对吧 ？OK， 来，还有没有？没有了哈，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天下啦。不能这样射，我想要用引爆的，引爆他们其中一只，不然我的弓箭快坏了，37耶、欸，我有耐93，所以大概100。抱一只，抱一只，抱一只，抱抱抱！哎、欸，居然，为什么刚突然不抱了？抱，哎、欸，就是莫名其妙要抱的时候，这样就这样死了。抱抱抱，快点抱！抱一只，抱一只，哦耶！还有吗？没了，就剩他了。哦，天哪、啊，太感人了！来来来来来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机会来了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哦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不，哦，他没爆，太感人了，哎呀，这什么砖啊？不是苦力怕砖，不是啊。只要不是苦力怕啊，那边可能是哦。又要爆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水流不好走啊，我先跳。OK， 我不要走这边好了，我走另外一边。看一下哦，苦力怕，嗯，好像快转出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只不是啊。那就是蜘蛛砖欸，所以苦力怕 OK， 那不用害怕了。嘿，嘿，就这样。哦，这一关真的是各种添麻烦欸。这明明很简单走，然后就放一大堆砖，真是的。来吧，来吧。欸，不对，我还没开箱。有个箱子，有个铁裤子哦，感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走开。锋利二哦，好拿，我要拿这个不要，这个原值不要了啦。铁库这个还有什么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的鞋子。哎、欸，不是重力万能鞋吧？应该有换掉吧？哦，当当，好的，不行，我要确认一下。哎、欸，重力万能鞋。哦，在这还在。OK， 来吧，继续往前走。
哦，这不是无限水源哎，管他的。这边有什么呢？砖，两个砖，狐狸怕砖不是？好的，那就小意思啦。OK， 来吧。有个箱子，有个按钮，有个机岩门。哦，天哪、啊，搞定！我在不知道这一次我会剪成几集，不过应该会超快速把它弄完。什么意思啊？开门，开。在哪里？哦，就是那个长城那边哎，就是那个灯塔，对吧？那这边嘞？我来偷看一下哈，开门。哦，长城防卫战，你敢登上我的船？所以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下次再来。还没，还没。我看一下哦，这里嘞。哦，这是我来的地方。这里嘞。啊、哦，羊毛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什么怪啊？哎呀，小僵尸就够追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好像有点棘手啊，跑很快。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僵尸什么？什么？不要动！僵尸什么事？战士吗？骑士？僵尸骑士？哎、欸，好像有点强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居然没带回血。OK，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受到光线的那个亮度影响？他们居然不理我，那我就先插啦。好像不会，它旁边有个岩浆，可它还是在生。没关系，试试看。这里，这里。哦，它好强哦！我的血一下就没了哎。对嘛，就是要这样才有趣啊，就是要数量和攻击力上要有个平衡啊。对啊，这样不是很好玩吗？是不是啊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掉剑欸，什么剑？嗯，是这个吗？耐久三，我的暗夜辉光要没了。嗨 ，OK， 他们真的很强欸。看一下哦，趁现在，嘿。OK， 来吧，是不是？看一下哦，没有其他东西吧？有没有什么东西漏拿？没有。好，终于啊，羊毛，我来了。嘿，灰色羊毛，不对，是浅灰色羊毛。这边呢，到底要走哪里啊？这里还是长城啊？尼拉顿。嘿。尼拉顿洞窟哦 ，Info 10， 所以下一关是这里，而不是那个长城哎。看一下哦，我们先尼拉顿洞窟，不要贪心过度深入哦。新的一关 ，OK OK， 我们暂时不理他，我们先回家放东西，然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